啊，即阵啊，防疫三级的境界，民众拢较无出门，嘛，互实体通路的生意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像台南玉井的青果市场，生意就差真多；，参周边山区的大内青果市场，生意原来真歹，真侪农民是嗨嗨叫。即马是台南山仔的山区，不过今年因为疫情，互销路真无好。唔那上大山区玉井受影响，附近的大内伫青果市场内底生意嘛真冷清。啊，你一箱，这一箱差不多两三百块啦，你著甲算啦。哦，啊，你我今日用四箱出来，卖一箱尔，足惨的啊。虽然讲到台南山啊，真侪民众第一时间拢会想到药剂，不过边仔的大内嘛是一个大山区，除了爱文，真侪品种拢会使伫遮的果菜市场找到，滋味嘛拢真赞。好好的物件，像我的西施，就是上幼啊、上甜，结果的，无啥人咧买啊，我永过拢卖不到呢。啊，虽然它的果粒吼，咱的果粒会较细啊，但是伊的迄个果香吼很。浓郁，很 Q 感 Q 感吃起来特别好吃哈。希望大家除了对抗疫情，也莫忘记支持在地农民，做回来吃台南带来的好滋味。